姚明女儿近照曝光，身高吓人，关键是只有8岁。姚明江苏人，中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只不过在7年前就已经退役。北京体育大学中国篮球运动学院成立后，姚明应邀出任该学院的名誉院长。姚明在2007年与叶莉在上海领证结婚，婚后第3年妻子怀孕，为他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姚庆磊。至今姚明的女儿已经有8岁，近照被曝光，身高吓人，已经超过1米6，他和同龄小朋友的差距越拉越大。不少网友看后惊讶道，未来又是一个巨人。姚明的身高是226厘米，妻子叶莉年龄上比姚明小一岁，身高也高达190厘米。那么姚明的女儿姚庆磊未来会有多高，就成了网友热议的问题。就专业的网友就根据了姚明夫妻俩的身高推算出姚庆磊的身高未来会长到1米95到2米05之间。当然这只是推算出的结果，说不定会超越爸爸呢。姚明本人能长到226厘米跟他父母也有很大的关系。姚明的爸爸叫姚志远，身高208厘米。母亲叫方凤娣，身高也有188厘米。两人也是篮球运动员。姚明出生的时候就重达10斤，是普通人的2倍左右。今年年初，姚明带女儿参加了一场姚基金的一个比赛。小小年龄的他运球投篮动作非常标准。至于女儿的未来会不会去打篮球，姚明曾做出回应，他不会刻意去要求女儿的未来，会让她自己选择。如果她对篮球有心去的话，当然也会全力支持培养。8岁就有160厘米，我30岁才165厘米，马上就追上我了，好着急，怎么办？帮我出个主意。